就看他同一间有在卖，就极细啊，说他、啊、怎么造型不太一样？日本的啊，他有好几种造型啊，还有儿童的。嗯，对啊，极细密，就说不懂得会怎样吗？用啊、你是因为牙齿的关系来买这个？不是，我之前就想试了、啊，可是他之前是要一次买很多只。他、啊、怎么造型不太一样？波浪的，啊，他有三种造型。嗯，还是买了先试试看。好了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慢慢开。哎，差点发现了。哎，慢慢开，慢慢开。每次回来都有惊喜。怎么那么好？耶，即兴。哎呀，怎么两个造型不太一样？你要讲几次的、啊？不是、啊，我说怎么两只感觉不太一样的牌子？啊，价钱也不一样、啊。哦，价钱不一样。嗯超细哦，保险箱来了，可乐很大，超大就可以了，可以哦。快点去拿你的钱来称称看，还、啊、要加电池吗？要，电池在下面。现在没说，而且剪体应该可以了，要旋转的嘛，它算单纯只有按的而已吧？对啊。會會打不可是你可以吸子操啊！哦，吸子操，哦，最多一万的子操都可以吸。那时候那个日币才有一万的吗？对啊，还有月币、越南币、卢币，哇，那好看起来很先进。投浅钱，这是投浅钱。那、啊、现在装先装电池啊？那是投浅钱的。那装三颗。可是它又不会计算。它就是纯粹的密码吧，要不然你怎么开？他就是要先输入密码。对啊，起先的密码先看一下大概多少，哎、就不用改了。他的那个网络的，好像应该是0000那里的。应该是0000。要看他网络有写，他网络的买这个有交。看一下。对啊，就0000。哦，0000哦。Password 对啊，0000啊。然后直接输入。哎呦，炫了！开箱保险箱，对啊，我说是说要先装电池。装好电池，啊，怎么开机啊？怎么开机啊？按零零零零。零零零零。Password, please. 等一下，我按，等一下，0000哦。Password, sorry, please try again. Try again. Password, please. Password, please. Password, please. 打开。哇、哦，有声音跟没声音的。哦，这样又是锁住了。Password, please. 感应。改密码。不用改。Code, 拜托。按住米字键，然后。按住米字键。然后绿跟红的闪起。Password, please. 然后15秒内再输入新的四个字密码，再按几次就好了。Password, please. 你要改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改。Please try again. 开箱保险箱，固定的保险箱。这个如果密码忘记就要敲开了。这暂时不用改了。它就是它上面基本的密码。Password, please. 乱按一通，然后 Code 乱按一通。Password, please. 它这个是网络上看到的可以存钱的密码保险箱，但是儿童用的。你如果要放真的钱，不要放在里面，要不然马上就被拿光。然后它纸钞也可以吸啊，纸钞。可是应该不是吸进去的，应该是直接放进去，然后还有零钱，零钱可以通上面投。Password, please. 你有没有说中文还是说英文的？炫了，以后就给他存钱，但至少可以存个几千吧。以后就放他的过年钱，给他睡钱了。Password, please.
那投钱的了，那你投进去。这个现在的玩具都做得越来越炫。输入密码的保险箱，重那你自己投啊，你自己投，你投进去很多啊，投一投。怎样？好啊，收起来。哦，哦，我的1000块。我的1000块，还笑，1000块，刚才找不到100块哦，然后1000块是那吸进去了，很炫的，那个还可以吸100元钞，只是它不没办法计算，那就是投钱再加。就是1000元钞、100元钞、500的这样纸钞都可以吸进去。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放进去了，结果它这个会整个吸进去，跟那个吸纸钞那个是一样的道理，很炫的。买，1000块被你吸进去还不要。